各位粉丝网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1年8月29号，今天是星期天。今天来看一下我的矿机吧。我的矿机的组成，这个是电源1800瓦，这个是固态硬盘。我的矿机的组成有一张典籍的 BTC 60版，再加上五张显卡，一张2070，这一张是这一张是10708G，这一张是2070，这一张是1060，这一张是1070。这一张是10708G，这一张是1070Ti。我 run 到工作已经有2周了。这一台矿机工作已经有2周14天了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五张显卡有一张1070Ti 它不工作。我怎么调整它都不工作。我重新安装了两次驱动程序，它还是不播放。我给它拔了插，插了拔，还是不播放。来，大家看一看吧。首先来看算力吧。我这里是显示0123，四张显卡。一张2070，一张10606G 乘以一张1070Ti，两张1070，但是这一张1070Ti，它就是不工作，它就是不播放啊！你再看，再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显示适配器吧。这里有五张，它显示有五张显卡，就是有一张打感叹号，就是它感叹号的这一张，打感叹号的是哪一张啊？是这里，看到没？1070Ti，这里打上了感叹号，就是说装驱动已经装了2次，它还是不行。然后这张显卡拔了它，插了拔，它还是不出算力。大家建议我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我是搞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试一下，还是说找一个维修工程师来修一下，还是说干脆把我的这一张卡给我的那个维修大师朋友来修理一下吧？只能这么办了。大家说怎么搞呢？要让他出算力啊，不出算力不行了，浪费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最后我来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的名字叫做尼欧，尼是尼姑的尼，欧是欧洲的欧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帮我点一个赞。我需要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期待下一期视频更精彩，谢谢，再见。